妈妈别睡了，一会儿家里来人。来就来呗。我老白。啊。啊！妈，客厅还没收拾呢。Later。哎呀，睡觉后边东西可真贵。那不行，我当初买这个全有家居的茶几和电视柜的时候，就看中了它的收纳能力。双向四收大容量，而且还是隐藏式收纳，还有这个岩板台面，耐刮耐磨，无惧高温。我再也不用拿你这个书当隔热垫了，而且还能防止水渍渗透桌面，妥妥的意式简约小资生活，搞定。嗯，你老啥时候来呀？不知道啊。嗯，你怎么不知道呀？我老说来，又没说哪天来。哎呦我的妈！玩儿呢？我看你就是怕了。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怕他了？我跟你说，我那是看他年龄大了，我尊重他。要不然我让他往东，他都不敢往西。是啥玩意儿？